天涯，告白初夜是好重要，爱物欲一是无话曾退意，上海关键要将更吞呀，让阿本人去奔更吞呀。大西马都念条母子呀，爱到冬夏高空来砸呀，面弄山下砸到鬼夜山下，爱最爱呀，好吹石头阿妹抱个喊竹棒，白妹讲个想法，慢速慢速来叫鬼刀，想被爱引到中火，爱吐唔落，又睡唔到。佛风里是金堆金堂桥，佛风里是金堆金堂桥。莉莉啊，那立马帮帮忙，你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呢，再这样下去你也夭死了，你到底想怎样啊？你也说说看啊。让我死了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死啊，你就去死啦，我也不会拦你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你莫搞我死在店的哈，害我没有办法做生意啊。你要死哦，去外面啊，找个地方等死啦。反正啊，打你啊，打也不怕啦，叫你吃物件你也不吃啦。万一为了你哦闹出人命来，我马上袂好啦。你若要走吼，随你走啦。不过哈，你哪把还欠我50000块哦？既然你不想替他还，我就叫你妹妹来还啦。我有听说哈，你有一个妹妹啊，在读国中啦。我明天就叫人把她带过来，反正谁来还都一样啦。讲实在啦，我也是很同情你呀，啊，不过嘛无法度啊。如果有可以选择，谁愿意来做这斗啦？走出去哦，人家就给你指指点点啦，还没有开口讲话，就矮人三分了。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也想说找个人家嫁。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不过在我们那个年代，这种事情哪里轮得到我们做主啦？父母亲叫我们嫁给谁，我们就嫁给谁。啊，偏偏哦，我就这么拍命，嫁一个老公哦，啊，没有多久，伊就去遭准啦，都安尼无回来啊。啊，我一个查某人，又带一个小孩。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只好接这家爹爹嘛起来做了，勉强还可以讨口饭吃，总比哦去外口做乞食好啦。这就是我们的命啊，只好认命了。
说回来，啊，就算哦，我现在放你出去啦，啊，伊讲讲你是清白的，有谁会相信你？你都归去老爹家，好好的赚钱，以你的条件，我相信不用三四年啊，你很快就可以把钱还清啊。啊，到时候你可以到远一点的地方啊，找个人嫁了，只要你不说你做过什么，有谁会知道啊？你为你的家人哦做这样的牺牲，我相信你爸爸、你妈妈、阿哥、你妹妹啊，他们都会很感激你的，对吧？好啦，别给我考了啦哦，啊，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休息一下。好不容易逃出去，又不以内斗，那些美丽杨又美，他们一定又会打你。等等，没办法救你，没有办法救你，美丽。算好夭壽哦，哈！啊，好话竟然哦答我呢啦，啊，七改食的呢，啊，又喊太多事哦，哈呢答，你还不赶快送到生人呢，哈？生人呢，生人就无的咩，生人呢？你做的这么个啊？我要改字，我一定要改字，我不服你，先Thank you.
你，我救不了你，美丽。阿美呀，啊，你两个是吃饱未哈？哦，是吃饱。吃饱，紧出去趁钱啦！我坐遐开讲的，你两个实在哦，哈。好啦。莉莉呀，哎，你到底是想怎样哈？我是有口水说到没有口水，你饭还是没有吃。就算你不吃饭哦，钱也是要还呐。啊，你不吃饭哦，怎么有体力做事情？那怎样替你爸爸还钱呐？每一个来这里上班的小姐啊，有哪一个是心甘情愿啊？有的也跟你一样啊，也是要替他的父母亲还钱啊。啊，有的哦，是为了养小孩，没法度才会来这里上班啊。查甫人哦，就是这样啦，不像男人，他们可以去偷去抢呢。啊，我们女人呢，只好靠最原始的本钱来赚钱啊。大家都是歹命人，你就认命点。帅帅的多了，家里向阿公来，我春要我写的双片书，还没得个推下家呢。家啊，不是请你看啦，我来看就好啦。准备准备，那边坐下了，什么二爷娘？没没没没没。那我向你简单的走去啦，还是走去生活的啦？紧去啦，等下出来口袋你就歹看啦。准备准备。哎呦，紧去啦！你是不是恁阿彭公碰去了啦？好，莫甲面讲袂乖啊。放心啦，放心啦。美丽，等一下那个阿雄马上就回来了，你有没有什么话？
跟我说的。你不要这样子嘛，你好歹说句话啊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我再帮你想办法啊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死人啊，陈玉瑞啊，韩春玉，你们爹娘们骂死你，我走，走走走。你明天想吃什么，我带给你。阿哥，好高有这时间，不是运动会出去上课吗？你有没有去读书呢？课做就上课嘞，马上就会毕业嘞，有嘛好爽啊？今年做么个喊做支付呢？我难道做嘛啦？啊啊，买盐啦！莫把按到盐啦，对身体唔好。我请你啉溪水好嘞。来，钱。唔是款的啦，出张地对你啊，无按做风冲的啦。阿婆甲堂妹根本用无来啊！因为啊，根本呢有人要来录卡共情啊，挨姐啊，乖家就要嫁了。哈？要嫁的哦，快嘞！那本阿未知道，怕要拨电哦。马街啊？哈？无啦。莫，你同心拿本爱好的啦。我家是有看到陈美丽的花，我就拿本去啊。你就不是一直在那边应征啊？莫去新的啊，莫去陈美丽，唔用为敌啊。前六年还有唐豆，你老夫人大醉过个时节，一个。算了啦，我喊你拜托夫人，够抱歉啦。万一莫拄到陈美丽，有用的啊！不过夫人过早就把书包出去啊，姑嫂挨张刺到你根本就会上课。哈，伊莫提呀？嗯。哦，干落去哦。啊。多请下溪水啦吼。上来了。夫人，算卵用的啦！美丽现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关心啊？还跑到学校来干阴诊？哎，美丽回来这么久，我连一眼都没有看到她，我都快急死了。要是我会武功，我一定把你们家的茶室铲平，救她出来。你以为我真的很好受吗？你现在是看不到他难过，我是天天看到他那样，只有更难过。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出来吗？可是他现在那个样子，像个假娃娃一样，不说话，不哭，不笑，他是整个心死了，我们谁也救不了他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，那夫人，你帮我把信交给美丽啊，也许她看完了信，可以重燃希望啊。你又来啊？拜托啦，夫人，好啦，
你上次给我的信我都还没拿给他嘞，不过这两天我妈他们管得没有像之前那么紧了，信我一定帮你带到，可是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，美丽她不见得会回信。嗯，我知道，谢谢你夫人，只要美丽可以拿到信。 就已经很好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，丽丽，你看呐，哦，人家那打扮起来真的很漂亮呢，好像那个要出嫁的新娘子呢，那娇滴滴的，连我都舍不得把你啊介绍给那个很粗鲁的客人呢，真的很漂亮。来来来来，站起来我看看，我来看看你的衣服可以吗？哈。 哎，嗯，这样就可以了，真水呢哈！啊，等一下，这个拍款我提起来你看。嗯，用这个哈、哦，把它挡起来。好了，啊，水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哈、哦、很好的客人呐。 伊讲吼，愿意花10000块呢，买你的初夜啦，那叫你算起来，你很快哦就可以把你阿爸请我的钱都还清楚了。初夜？哎呀，讲到这人客吼，吼你放心啦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客人呢。伊吼是生做安尼斯斯文文呐，又是一个读过大学的大学生呢。啊对啦，你看过他啊？就是上次那个五的无？ 你想起来未？哎呀，不要紧啦，最重要的是吼，他肯花10000块啦，看你这次吼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哦，把这个财神爷按来何贺？嗯？啊哈哈哈！安尼就对啦，我赶快去安排吼，我去问问看他，他今晚上还是明天有没有空吼？明天会不会太快啊？要不要等我的伤好一点啊？哎呦，唔免啦，他吼特别指明说要那个清一块、紫一块那个小姐呢。好啦，好，啊你准备一下，我赶快去安排呢哈。 啊，迄个白泡泡又名列秀佳，伊无爱啦，啊，干那要爱这种乌青金花，真正是哦，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啦。哎，进来安排喽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人站卫兵？美丽。 是阿发要我转交给你的信，美丽。谢谢你们为我做的亲。美丽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起码看看阿发写给你的信啊！你以前不是有他写信给你吗？ 他真的天天都有写，还天天跑到茶室门口等你，等你给他回信啊！美丽，你不要这样嘛！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知道都是我不好，我没有顾到现实的状况。 不但没帮到你，还害你吃那么多苦。就是现在，我也没办法救你出去。我真没用，我真没用。
帮我拿支笔，我写封信给阿发。美丽回信给你了，真的哦。阿芬啊！哦，来啦！那我先走了，学校见。好，再见。阿芬啊！来啦！林嫂接来同我讲，讲啊，是从伊菜店那个店收来收去，按金用的啊。这种天板恁应该去的哈。伢个生源哦，弄个变烂的咯。上一头蛋牙现在伢搞的，再来又偷钱，按金用小外面买古怪啊。阿发啦，我上上伊菜店面前。唔咩啦，妈，哪有伊面前夫人又唔敢进去？还金讲啊？连靠手爱倒的啦，啊有时间啦吼，就偷改一些书，哈，不准再吹掉麦克片啦，有偷到嘛？对啦。还有哦，阿妈今夜同个刁农同个夫人去啦。哦，妈，阿妹看书了哦，哈。阿看书的哦。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已经认命了，我要替我爸还钱。
脚上有泥土了，我帮你擦。爸，美丽，美丽，记得钱寄给我。我一定会，除非我死了，美丽。上啊！你根本连用都没来呢。好不好？我会想办法救你，美丽，美丽，你不要认命。你写的信，为什么，美丽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爱你，美丽？陈美丽，
阿发啦，你用来上来，你听我讲啊，好吗？不啦，走啦，你讲我非常真诶，用伊假骗伊，我伊每日不伊打，讲嘛个又假鬼唔得，无奈何，无奈何就做你好真美丽诶。要诈骗呢，还骗，叫人还没看到呢。你卖鬼了，就问阿公欠多少事，要诈骗呢？讲白个，也不下，就很爱硬骗友，没看到，还没看到，叫人还没看到呢，叫人。阿爸啦，拜谢啦！你个丽丽，还没有那陈美丽啊？哎呦，没底呢！我娘哈，对阿叔对唔认啦，看到俩海硬哦，是小人看到跳摆硬啦。还做了解哦，俩海心情啊！走啦，唔会疼啦！走啦！哦，阿叔姐，阿叔姐，阿发啦，你还记得哈？你爱事情啊，总要讲伊个啦，人受伤咩？阿叔啊，是你讲个，你教训哈，唔是讲哦，一天好好相亲中啊，唔想要有诶无诶哦，对无？走啦！哎，先生，啊，请问一下，你不是钱用的啊？你不是做笔了？
你有此心吗呢？你所谓言语，我信天魔，我爱来提啊！啊，出来！飞真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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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唔捌到迄个种地方去，全部都系祖国的吧？无咧。嗯。其实啊，我去菜店的人啊，大部分啊是失职啊，小毛的人啊。失败了。下次再来。拜拜。不要喊人过来啊，听不见？不要。阿发，你同拿叔说了两下喏，拿叔也给你了哦，从先唔得钱嘞，我做嘛个铁床啊，又铁骨折，等我出厝铁干咩啦，一身伤嘞，咱底下来休息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前面个高将是阿公呢？哎，莫傻哦，古代不该。莫莫莫，阿公，不敢吧？天子不敢，天子。这位我这位龙，我记得大尺寸啊。好，那来打。你搞啥呗？没啥锅，还牛烧。你现在说事情呢，给我嘛个答到呀？阿姑，我爱吃到爱鬼毛油。牛叔甲三哥就分不清楚，你有时在做安尼，明明出看到的，听到的，其实嘛个有毛，整个一位变假的，假个一位变真的，俺不要吧，天安无，说个我看到三哥啊，正常个，阿姑。刚刚给真的傻哥，我不但没打到家的青春，我又把我的木头拿来，真的傻哥，我可能就不用熬到的，我又没便利，又没年龄，我跟人做嘛个英雄呢？也唔安尼讲，起码唔看到伊唔要强，又无条件，干要打死伊，又加加伊啊！我说呢，莫计划，哪里有够勇敢的，比拿叔够有真气的。
饭条，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系，来带来喜饭，饭条，饭条加加奶，爱加本系。山高山高无穷穷，总有鸟来碰。来带穷家冲山高，山高无穷穷，总有鸟来碰。